哇哦，这网点也太美了吧！大家最都很氪金的是什么吗？纸币。但是因为这游戏每个东西都是虚，每个东西都是重点。那其实我们纸币的部分的话，没有讲完呢。然后这个是屠龙者，其实到纸变的话，每个角色都是 different 啊，不，都是 same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只开始介绍。好，再来是这只是屠龙者的部分，哦，这个就是纸变屠龙者，那再来是钢铁阿顿，我都给你们参考一下。同者之前像给大家看过啊，不过这一次是钢铁阿杜，钢铁阿杜好像也是新的吧？来，一样看一下鼠加，好看一下鼠加。那这个就是纸变钢铁阿顿的一个部分。那这一只主变土伦者，两只都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解主线。那因为这只是最新的职业嘛，它也是天天最新的职业，所以这只啊，基本上我都很用心的在它，装备的部分啊，这个我很讨厌它，这到底是什么啊？吵死了！可以把它砍掉吗？制作材料，怎么办？无法删除哎，只放仓库。好烂哦，怎么办？我丢一个狒狒，丢一个狒狒在占我空间，怎么办啊？我现在就想把它扔了，真的是，这得怎么做啊？制作这个吗？哦，所以可以做出什么东西？但也没说可以做出什么。现在，应该不会是防具吧？防具也不是，那到底可以做什么？防具都要金属块啊！我真的不知道这一只可以做什么。都在溜什么啊？谁抽到纸边了？是吗？是吗？这个一洗百年，从火龙洞后的那个红色项链有那么溜吗？